哎、欸，那要拿吗？什么？那个停车的。哦，我要，等一下啊。还是我从这边去拿？哎、欸，我有。不是这个，那个。哦，那个给他飞就好，不是，他不会飞走。哦，他不会飞走。对对对。嗯。因为他们都夹在那个雨刷上。嗯。那个等一下下车再拿。想说他飞走。飞走就算了。所以你车是新竹台中这样开、嗯？哦，不是，这是我妈的车、哦。我自己是买不起车的。所以，可是你上次开来是这台吗？嗯，哎、欸，上次也不是开这一台，就是、啊、记得上次黑的不是吗？不是、哦、啊，你说有一次开黑，有一次你找我拿东西，很早期，去年啊。嗯，对，去年不是有一次找我拿东西？嗯、欸啊，对，应该有吧，我没记错。有，就调色盘。对，那个是我哥的，啊、就是我们家只有我没有买车。不过你现在几岁？我现在28，还很年轻。对啊，对，我因为我个人是觉得用不到。对啊，没有那个，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嗯，我就跟我哥说哈，像你们念理组的人啊，都只是在想说哈，你要买哪一个品牌的车。对。啊，我们念文组就负责想为什么我要买车。对，完全逻辑不一样。对。因为没钱，对啊，还好啦，就是，其实没有到真的必须，对，嗯，就觉得好像用不太到，真的。欸，学校是在那个方向的，对。其实今天，不知道，今天分享的东西，我觉得，最主要是很希望是，让你们可以自己出去自力更生，然后独立自主，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就像我刚跟你聊到那个老板，他也是啊，他说他十几岁就出来当学徒，然后他们那时候学徒是3年哦、喔，3年6个月，三年才出师，对。对啊，然后他自己这样，他说他几岁开店呢、啊？好像20几岁。对。我觉得这种学徒制的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还对一个专业来说还蛮不错的。对。像看那个，像黄土水也是啊。对。他也是在小时候就是在那边雕，然后他到20几岁的时候已经超强了。对。就是因为前面的那一些累积。真的。那现在就是会变成是，因为你们前面因为不是本科的，对，所以你们前面其实累积的是别的，嗯，对。那现在必须去，有点像是我平常，在我自己啦，应该这么说，是我自己，我自己可能我素描强到一个，我觉得啦，就是强到一个可能85、86的等级，那我现在就拉水彩，水彩也拉到85、86。油画拉到85、86，大家都差不多。我在主攻一个。对。这招我觉得还蛮有效的。对，就是我自己自己带，比如说像张师的，我会跟他们讲。对，就是怎么讲？因为一开始如果你想要一开始就什么都抢，对，你就会很缓慢。哦。什么就是。玩过游戏可能大概会有类似的概念，有对，就是技能点，对，就20、20，大家都20，对，很平均没错啦，但是就是不会有一个最突出的，对啊，因为我最近就是刚好真的暑假很闲，我就想说还是要再多做一些，就是所以我可能最近画，那也是因为上次来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回去要画水彩，就是不然都要不知道要让自己的图像、图像视觉还有操作经验量大到一个，简单的讲好了，就很像是比如说假设正常的同学他可能累积的作品画的经验可能100张，我们能不能1000张，就是至少有一个落差，对，就是要涵盖到他可能会发生到的所有状况，对啊，那你有遇过那一种，就是你，譬如说，
他的状况你没遇过的这样？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有点嚣张，就是真的没有。可以理解，这是合理的。嗯，因为是真的没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分水岭吧，大概是我教十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教得够好了。但是你说以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没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才是教得比以前再更好。虽然说我以前十年的时候就已经就可能国小老师都会找我去，对，就是已经有那种能耐可以教他们，就会被人家邀请的那个，对，但是你说以到现在17年的状态，好像更不一样，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层次，对啊。因为像你刚刚在讲说，如果可以做怎么样的所谓教案，或者是怎么样的教学内容，对，像以我现在就是以我目前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我有办法让人家很喜欢这件事情，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对，来，然后我可以让他变得很喜欢这个东西，很好。那你可以去，你要再去学，我再跟你说，哪里有老师可以去学？对，就是我现在状态大概是到这边，所以那蛮好的。那有没有可能是你让他喜欢之后，你把，因为反正在培养他到喜欢这个过程，其实你会持续成长。对，那有没有可能像我说的，你在培养的过程中，你让你自己某一项变得超强，就是我说你可能大概到85、86这个阶段，然后你再慢慢拉其他的，那他喜欢的，这时候你就可以让他们玩这个东西。对。那当然像小朋友啊，国小、国中、高中的这样的状态，其实我都觉得，怎么讲？我都觉得针对他的特质去教。也不是说只有国小、国中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针对他特质。那在玩的过程，其实你是因为他喜欢的嘛？对。我在这过程里面，我熟悉不同的可能。对，让他知道，有不同可能。对啊，而且我觉得，尤其是特教生，真的是，因为他们必须让自己，跟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不一样。对，因为他不让自己被凸显出来。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他就是用异样眼光看待他。对啊，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强项，大家是会注意、注视、尊重等等的。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就是只能说完全同意耶。就是那个就很像说大家都会，就是我觉得一样在所有的特殊生里面还有排序对，可能很多人都很喜欢自闭症。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很会画画，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所谓很会画画是他们很会模仿，那或者是他们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画，或者不知道怎么做，他记忆力很强，对，他可能就是记忆力很强，他可以把你的步骤甚至模仿到几乎一模一样，对，那他就可以画出大人喜欢的东西，对，那就会变成说大家很喜欢他们，可是如果再回去看像其他的智能障碍学生，他们其实创造力很强，对，可是他们这个东西就很常会被人家变成说你画得不像，或者的那个点，就是就对，明明就是他们很好的创造力，可是反而变成他们被攻击的地方，就会觉得就是，所以但也会看到像有的学生其实他真的学到还不错的状态，我真的有遇过一个智能障碍学生很会画画，哇，真的很厉害，就是大家真的就会觉得他很棒。大概多大？就国二还国四，那时候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国二还国三这样。很棒就真的很厉害。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看看那个光之翼朗
因为它每年都有增建。OK， 对，我以为他们已经消失了，因为我认识他们之前的执行长，然后因为那执行长后来就去别的地方，然后我以为他们已经消失，但是后来我前应该是前一个礼拜吧，我就看到有一个我认识的还不错的艺术家，他可能他的学生，应该是因为他在大学教，然后那个同学可能已经大学了，OK， 对，然后那也是被增建增到，应该是首奖，所以他才能个展，对，在国美馆对面，王子一郎，这么近哦，对，我下次去看一下，对，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我之前是，离他贴太近，这种，离他贴太近，他会现在智慧车车，我之前有一次是因为之前一开始会接触专艺术吧，我是从摄影开始，然后就有一次是，就是我之前也是在找类似像这样的，后来都找不到，就是我说那个展类似的那种展览啊或者机会，后来想我就跟他们说啊，不然我们去投那个，就是大家都在投的，我们就去投投看，然后就有一年我们有被征，就是有被选到。不过就刚好疫情就取消了哦，真的、哦、对啊，天哪，那个台北国际摄影展、哦、然后就就很可惜，就是那一次我觉得那个也是，就是那一次的经验是让我真的觉得真的应该要再多学一点东西，不然就因为那时候其实算是我觉得那个作品的状态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我本身就已经有一个概念在那边，然后有他们的部分反而我觉得还不够多，所以就会觉得比较是你，对对，其实还是比较是我当主体的一个部分，对啊，但是就等于他们也是有参与到，可是我觉得那时候觉得那个状态好像还没到那个就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不会，相信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你应该已经更清楚，应该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现在 对，就那时候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是在想说，哎呀、如果就是我都用这些东西在教，在教自然国文，那我为什么不要直接教这个东西就好了？对啊，对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出发点了。学校有可能让你变成是只教美术艺术吗？应该是我在想，我就是下学期跟他要求吧，就是看，不过因为也牵扯到另一个老师，其他老师，对，有另外一个也是兼课老师，然后就会变成说，他们要去协调吧，这样也不容易，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有点难，对，有点难沟通，因为我是自己是蛮想做，其实像特殊生这一块，说真的，是蛮想做的，可是他真的要进到学校的体制我才做得到这件事情，对，就我很难说我开了一个工作室或什么的，然后我邀请这些人来，基本上他们连接送都有困难，家长吗？对，因为他们可能都是交通车送来学校，然后他们可能不会另外花时间然后把他们送来这边，可是他们通常家庭状况不是都还不错，对，刚好在新竹，可是也有不好的，然后这有时候我自己觉得蛮吊诡的，那种家庭状况很不好的、我那个学生都特别厉害，对，就是像我今年有一个学生他刚毕业，他也是被判智能障碍，好像中度吧，可是他每次在画或在做的东西都很有他自己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多观察几个之后发现很有趣，就是那种一般被叫做很所谓我们定义的弱势好了，他们的创造力其实我都会觉得让我很惊人，对，很棒，那当然就是也有，但是其他的也是还不错的状态，只是我觉得那种反差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会反而会看到说，你从来没学过，然后你从来没有去接触过，可是你怎么那么会做？对，那个感觉，这条是松岗路，可以靠右，对 ，OK。
其实如果让家长到信任你，嗯、然后到 到想要持续的让他的孩子跟你学的话，嗯，对，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应该这么说啊，我觉得他都是你累积出来的，嗯，对，但我会觉得不需要目的性的去，嗯，哦，我要让他，哦，嗯，让他们觉得，哎，这要持续跟我，或者是要怎么样，嗯，对，但是我觉得是，你就好好的做好你觉得应该做，嗯，然后你觉得你做好你可以做的，嗯，在这过程里面，我跟你讲，绝对会感动人，嗯，对，然后当感动人之后。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就是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你自然的资源。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从以前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研究所的时候我就是画画而已。当然就是因为我在艺术空间策划展览，然后我又是算是 leader， 然后就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哎，奇怪，为什么那时候就有那种在职专班的国小老师，自己主动联络我，哎，说要跟我学画。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们，然后也没有出去贴什么的。对，没有。前方有测速照相，限速60公里。对，对啊。哦，对啊，我觉得就一件事情，还是就认真做吧。对，对，所以这也好像也呼应到我刚讲的，就是你先把一个强化，对，强化到一个之后，你再拉其他的，对，可以试看看，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等一下也要跟他们讲，这很重要哎，对，因为好像大家在成长过程里面，我觉得这好像听我刚刚忽然。通的就是大家的状态好像是因为我们国小、国中、高中，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是让我们要每一个都够好，对，所以大家就会很平均，嗯，对，可是那个平均真的是好吗？不是，哎，对，就是大部分都是说，哎，你水彩画很好，哎，你会画油画吗？可是他就已经这个东西做得很好了，对啊，就是啊，所以变成大家都会想要去把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到一个状态才会觉得我可以了，不行，嗯，可那反而是会让自己离那个目标更远，对，确实，就其实即便到像我现在这样，其实都还有一点这样的状态，就是都会觉得说，哎，我其他的应该要再去多去一直去学啊，这必然是要嘛，对，可是它会变成一个在审核自己的标准，对，嗯，但它可能不是现在，嗯，对，对。可是如果以实际上的状况来讲嘛，就是我说所谓实际上的状况是，譬如说如果今天是以这个状态然后要开始做教学，那假设现在是以比如说假设水彩要很强好了，那就是都专教水彩吗？还是说以就是可能大家来不一定是想学水彩啊，这样的状况，我想一下，OK， 好，我以我自己的案例来讲好了，就是我当时大家注意到我是油画，对，所以他们来找我学的时候，蛮多是想学油画，就他们自己会，就是你给人家看到什么，人家就会想要学那个，对，可是也有确实也有就是哎来跟我学水彩的，对，那你说我可不可以教？其实还是可以，为什么？就像我刚讲，就是。他可能他这一辈子他可能大概只画100张水彩哦，那我这样接起来，对对对，那但是我这辈子我可能已经画了1000张了，嗯，那我们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嗯，那这个落差不会说导致我没办法到教，或者我也没办法到不能去让你学到东西，还是可以，对，但是也是我说的，就是哎，10年前的我跟17就7年后的我，我能教的绝对不一样，对对对，对啊，我这样有懂哎，对啊，
因为那时候我刚刚在想的那个状态是卡在说，哎、欸，那就是好像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level， 但是是前面的、嗯、前面就是在讲那个要涵盖过它的范围。嗯 嗯, 嗯。我觉得这时候要抄笔记。对啊，就是我那方向盘帮我握一下，麻烦一下。那我回去把行车记录器剪下来了。欸、对好、哦、变 podcast 有录音，可以耶，可以耶。没有，对，但重要的对谈。啊，会不会到回家那已经被洗掉了？被洗掉，那我大概抽出了，大概是剪辑。哎、欸，我觉得蛮重要的，我拿回去大家看。对，可以试看看，因为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一个过程啊、然后也我应该这么说，我觉得你们会更清楚。嗯，对，哎，你会更清楚你该怎么做。嗯，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实际去操作之前，会有想象，对，比如说哦，我会想象我自己不够好，我自己不够有能力，或者我自己不是本科系，对，但是，可是这世界有多少那种所谓的奇才鬼才，不是本科系，但是他超强，对，但是他变成超强之前，他绝对是超级投入，对。因为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教育学程啊。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都会卡在那个点，是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先是一个艺术家，我一定要先是一个老师，然后我才能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虽然我自己的整个路径，我也没有教程，就是我就那个真的一个念中文，现在也没有学过特教。不过就是一直都是在走在这一个状况上了。对。好过吗？让他们先打了方向灯，大家都会加速。对，就是要赶快过。就是，照理说应该是他们要减速。对，没有，就是都很奇怪。这是我一开始学开车最不懂的地方，就是我想切出去，但是我只要一打方向灯，大家会争先恐后，一直狂挤，不知道在挤什么。你学多久了？你说开车？开车，我大学开始，所以哇、哦，那你很资深哎。对啊，我很晚才学，我30岁才学。哦，是哦。对，因为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开车。我那时候是因为我爸跟我妈他们觉得说，哦，要学会开车。对。然后他就会就让我比较安全。对，然后就后来我坐公车，我坐那还那么大。哎呦，你有听无望啊？对，无望赞。他们是那个我们在那个立法院认识的。哦，是哦。对。哦，那318的时候吗？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就在同一个守同一个门。哦。所以在做测试。而且我觉得他们也变得很厉害。对，就是他后来的创作跟早期的不一样。哦，像我最近很喜欢那个灭火器也是这样，就是他们新的吗？他们最新的，他们是在哦那首我还没听过，他们在写家庭的，对，那张专辑我觉得就是我刚好听到他们的访谈了，然后就觉得哎、欸、很棒哎、欸，就是他们就是以就是我们在讲那个以他现在的那个状态，生命状态，然后去做他现在应该做出来的创作，然后他。就是这样。对啊，就不会说，哎、欸，他一定要在，一定要持续的去做那一些，可能，他年轻的时候在做的那一些音乐。对。嗯。确实、啊，这就是创作者就是这样。